台湾本田也多次强调，对第六代 CR-V 在 TNCAP 测试中能够取得五星评级结果感到有信心。看到亚太规格第六代本田 CR-V 在东协撞击测试中拿下五颗星评价，能让您对台湾版本的 CR-V 更有信心吗？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